告诉将军，我们已经消灭了全部的抵抗国军，灵山大峡谷周围通道已被大日本皇军控制。有戏。冈村将军，要不要继续进军围剿大峡谷？不，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，守住通道要塞，全面封锁大峡谷，不得向里开进。战区司令部吗？我是梅秋丽，我有重要情报报告。是，我马上到。什么？日军完全控制了要塞？我军的阻击将士全线阵亡，笨蛋，一群废物！报告，进来，司令员。梅处长，大峡谷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？刚刚知道。日本人占领了灵山大峡谷，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，你知道？这将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灵山已经完全暴露在鬼子面前，更意味着我国西部的大门已经向日本鬼子打开，鬼子从此可以向西部长驱直入。是啊，情况非常危急啊。嗯，更为严峻的是，袭击占领大峡谷的不属于南平城的藤森十六师团，而是一支神秘的部队。这支神秘的部队采用的是特殊的战术，是一种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结合，点和面结合，小股机动部队和装备精良的大部队配合，因此弄得我军猝不及防。是这样，这可不是日本人常用的战术啊。他们对我们大峡谷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，对我们的布防也了如指掌，所以他们成功了，在短时间内完全取得了对大峡谷的控制权。司令员，我怀疑就是冈村指挥的挺进队，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。阴谋？什么阴谋？啊，目前还不清楚。哎，你的特遣队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哦，我已经命令他们赶往大峡谷。好。队长，前面应该是大峡谷的垭口。地图。快到了，注意隐蔽。队长，过不去了。鬼子好像已经把大峡谷给封锁住了。那怎么办？走，咱们再换个地方。
下来，快快下来，下来，快下来，快点下来。随便活动，我家有病人。我的药。啊，原来是个姑娘。花姑娘，长得还挺漂亮。来呀，花姑娘，花姑娘，不要怕。干什么？放开！让我亲一个。来吧。死了死了的。地方危险，走。你们全部死了，全部都拖出去。嗨，将军，老婆，老板，都干掉了。
一点痕迹。嗯，是。孙二娘，哦，是。要不明天再联系一下，通融通融。不，不用了。隔日我亲自去拜访他。那明天就让青龙寨的寨主和红石寨寨主先来。他们。知不知道我的身份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告诉他们有重要的人物出面。很好。算进大峡谷了吧？对，不会有外人知道吧？不会，这条近道只有我和我爹采药才知道，没外人知道。这离你家还有多远？不远，快了。啊，我们这么多人都住在你家，你爹不会不愿意吧？他怎么会不愿意？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再说了，你们都是女的，是打鬼子的英雄，他能不愿意？走吧。
队长，这人不行了。还有救。啊，狗子哥，是狗子哥，快爆炸。就是失血过多。夏姑，先抬到你家吧。千万别让他死。没事，让他睡会吧。他净说胡话，快把我吓死了。走，咱俩出去说，别惊着他了。走。寨主请。寨主风尘仆仆，辛苦辛苦啊！不辛苦不辛苦啊！好，二位寨主啊，快快请坐啊！请坐，请。上茶。是。有好茶喝呀！啊。不错，这茶可不错呀！啊，是啊。
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大日本帝国三木商行的冈村经理。哦，冈村先生。冈村先生。这两位也是我的朋友，这位是青龙寨寨主阿巴尼。阿寨主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红石寨寨主叶赫拉。叶寨主你好。你好你好。两位寨主请坐。行。好好好。今天请两位寨主前来是想和二位交个朋友。虽然我是日本人，可我是个商人，商人就要讲义气。我非常崇拜你们的关羽关云长关帝君呢，我希望能和你们二位成为讲义气的朋友。好啊，一定一定。上礼。夏姑，狗子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是我相好。
上酒，我们今天好好庆贺。好好好，上酒。哎哎，请走。哎，走啊，请请请，好，好，哎，小姑，嗯，这三个寨子加起来得有上千人了吧？嗯，差不多。本地人多吧？一部分是，其他是前些年从外地逃过来的。那你家呢？我们家也算是本地人吧。我爷爷那时候从外地逃过来，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三辈了。嗯。哎，来来来，干！寨主，叶寨主，为了祝贺我们合作成功，干！干！冈村先生，你可真够朋友。总经理，你放心，只要是你的事情，我叶赫拉一定办到。啊，好！哎，干！来来。世道也略知一二，两位要看看吗？冈村先生会武功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那鄙人就献丑了，请二位多多指教。
我是说，两位觉得我这两个日本的小妾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太美了。那送与二位，一人一个，带回去服侍二位。先生，你开玩笑吧？不敢，不敢。哎呀，不妥，不妥。既然我们是朋友，是兄弟，有何不妥？你们中国人不是说，兄弟如骨肉，老婆如衣服吗？这衣服想换就换换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知道两位身边不权威，不过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吧。好，就这样。如果当我是兄弟，就请收下。就这样定了。来，干！你给我讲讲这三个寨子的情况吧。这个青龙寨寨主阿巴尼是土生土长的土人，仗着自己有一身力气，有一身好武艺，不怕死就做了寨主。还有一个叫叶赫拉的，他跟他父亲十几年前从外面逃进来，他们仗着手里有几个钱，并且为人非常狡猾，做事心狠手辣的，也有一群人拥立他做了寨主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这不还有一个寨主吗？这个寨主叫双枪孙二娘，他才厉害呢。报告队长，他醒过来了。谢天谢地。去看看。嗯。哎，走走走啊。冈村小姐真是仗义啊。冈村，冈村。小辉，走，辉，咋了？啊，慢走。咋了？真不错呀。叶寨主，那女的给你准备好了，真的。办好，放心，一定办，一定办。叶寨主，刚才那个女子，明天就给你送过去。